等一下呢，我要去跟我一个认识还蛮久的小粉丝去钓鱼。这一次打算带他去桃园的藻礁啊，因为他说他想收集一下海水的新游票，他平常钓淡水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等他一下。这次小馆，我们的相遇在三年前拍摄这支影片的时候，想当时风和日丽，微风徐徐，两位英俊又潇洒的男子就这样在河边邂逅。OK， 终于中鲶鱼了。一下就中。啊？对啊。刚刚找到它的位置吧。顺带提，这支影片被万年黄标啦，原因是我捡到了一根美人鱼的降魔杵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啊，咕咕。好，我们到了，挥个手，下一个，对。好，我这边藻礁，对，然后等一下应该目标先钓玳瑁石斑为主啊。OK， 也可以，还有花生鲫鱼，今天应该基本上有花生鲫鱼啊。赶快咬到你不要不要的！大家往走到最前面，从海基线开始钓，然后它现在反涨，于是就慢慢退上来这样子。它是亮面丢下去是啊，等一下沉吗？亮面丢下就沉，大概数个五秒看看。来几个帅气的抛竿。帅气。哦，帅帅帅帅帅！这样，这抛上完应该就钓到女朋友。先用这个九克的束扣船型金龙钩，给你一个秘密武器，你用这个。来，我们看，我们看。哦，还好，还好，没像很重臭，很像那个刚脱下来的袜子那种味道。好，我们现在在一个湿地，这个湿地我之前来过，看起来还蛮多鱼的。我想说在小广来这边试试看。哦，这边我自己也没有钓过啦。我想应该有几只花生鲫鱼就好。先用这样子，一小段的卵虫。钩的话，先钩头穿过来，不要贴太底哦，让它飘着抖就好了。好，然后从腹中这边钩过去。好，这样它可以长钩。在这里，现在放水，现在前面放水。哦，中鱼喽！有哦哦，巴力不错呢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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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！啊，总算找到稳定咬框的地方了，花生一只，可爱，可爱。中鱼哦！哇，这只比较粗呢，啊！嘿，有一个可爱的花生鲫鱼啊，很可爱，这只体型还行啊。哦，中鱼了！小心，要不要吃到？那个邮票，花生鲫鱼。水哦，下一个，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。我要看你这把靠飞回来。不然就到是鲫鱼啊、哦。人家小朋友，你看看，他们都在那一块，那一块有个长方形石头后面，长方形就是在水中的长方形。对对对，那块，然后你沉底就好，然后轻轻轻轻抬一下，不要让它挂底就有。哦，中！我靠，够咬！哇，花生要飙烫啊！啊，那边整群的啦，刚就是上来之后，后面还跟个四五只，估计他是个老大哥，后面都是门徒。有啊，中了啊！是是是是是是，倒掉有效，是啊。我先补充一下体力。对啊，你先飞一圈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走来走去，然后涉水，然后又上坡下坡了，我真的超累。然后天气很热，天气热的时候就会不自觉觉得太阳把自己的能量给吸走。这边真是什么都有哎、欸，连这个坐垫都有，该不会是评委拆的吧？你要打算什么啦？你
你看，没有，这应该是肉灵芝吧？这个，这也太可怕了，超可怕！我要带去当纪念品，证明你有来过这地方。超恶，超恶！我这里什么都有，奇怪。哎，中鱼啊！怎么一下就中了？我才刚架好相机就中了。Nice 哦，婚姻色很漂亮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换到淡水的地方。海城那边风太大，然后不太好搞，所以带他收集新邮票的任务就先打住了。我们现在这边海水沟看起来不错，往上看。找到好好洞是不是？有人看，换上这个小胖子。哦，中！哇，很凶哎，直接冲过来咬。哇，漂亮的吉利！哇，这是大只哦！哇，哎，这水沟真蛮好玩的。我现在这个，因为我站高太高了，没办法把这蛇板压下去，所以我现在当水漂在玩。哦，中鱼！哇，狂咬！对，吉利体型都不错。哇，鱼是吉利锅鱼，打派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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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nice 哦，终于破除杜宇魔咒了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里面。抱歉呢，猪锅鱼炮抱歉呢，喜欢啊，猪锅鱼炮抱歉。忘了。哦，你中了。还好我的线，注意哦。那线长，我就直接拔过去。哦，难怪。注意哦，注意哦。注意啦。哈哈哈。谢啦，耶、yeah, ，救回来了，真的是出来靠朋友。穿这个阿嬷康，哦呦，这里好像别有洞天啊！中，我终于中鱼，水哦，这里很难起鱼啊。中一只，哎、欸，神官，我中了。下丢啊，中。对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坑很好玩哦。快到，快到喽！哪有那么好？送你带你出门钓鱼，还占你们家。啊！今天有收一张新邮票，但是都是小鱼。所以请各位观众也不要见怪。你现在16岁，25岁，差9岁，这可是传说中的忘年之交啊！我觉得今天难能可贵，是有两个可以一起出来钓鱼了，不然平常也是你忙你的，我忙我的，对吧？啊，哎，对，等一下，我拿个东西给你。没送你个礼物，送你个礼物，八爪。就比这好玩多了，这是我们的信物，你拿这个给我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，我一定帮你，好吧？啊，那个交女朋友我可能是没办法，可能你要靠自己。